同志，乜你今朝就咁迟去搵川宝狗呢？一定系三本件事，梗系摸咗落去中文健哉时，再过埋隔篱嗰间啊追追阿妈呢？我盲目朝拜各款名牌子，搵翻最相熟嗰个女 sales， 攞完 discount 就跟住去数银纸，多谢67000找翻两毫子。我只系买件 T 恤系 oversize， 上面印住一个好鬼大嘅狮子，究竟呢件嘅嘢系咩料子啊？系嚟自意大利嘅无敌新名牌子，叫做 Italiano 加 Il Modici。我猛咁点头，扮晒懒又 taste， 准备转身揦埋 Isinia， 点知佢话听朝有 pre-sale， 我就兴个火烧。JPG 喎，阿金魚缸一頭係十足怪物小王子啊，著住金蝶格桑啊，走去 Big Boss， 阿孭個鴨仔袋就話係設計師，阿親條501嘅 Levi's， 著咗 Dr. Martin 就好似行得快啲。曾幾何時，靚仔都著巴黎，鹹魚翻山又有 Kickers， 生活嘅創富我會走去 Uni。大院有名貴雪糕糯米糍，老約 Coma 加二大戰 Easy Miyaki， 金沙田魔力很 British Colony， CP Company 發夢贏咗 Yuji， Bennett 同個細佬叫 Bossini， 永遠懷念興發街嗰間 Esprit， 其實呢啲牌子都只係 fans。我既然扮得設計師，就要 headquarters 揾阿高佬 Jackie， 變翻個靚頭學搶人上得。點知電源出嚟似我偶像，氣勢又有啲似荷蘭嗰個古烈字，變咗個靚頭，緊要約人開片。我落完 Soho 再落 JJ 時，佢話 members only， 我話我有 face， 我識得大傻，可否通用啲呢？佢一腳伸我過咗天都海邊，我一身名牌佢都對我如此，究竟點樣先係一個成功一撇屎？其實呢啲通通都係物質主義，你過分沉迷就會淪為痴子，做人千萬不